黄皮子，这边会有黄皮子，兄弟们，烤一下。我操，你都快吃完了，咸不咸？味道，味道真行哈，味道真可以，我操，烤的哈。妈，没停，一直干，一直干，汗水都不停。饿了哈？饿了。吃吃吃，没事，明天我们去河里面捕鱼去。小骨头都吃了，最真实的24个小时不关播啊，兄弟啊，24小时不关播啊，给你10000种可能啊，兄弟啊。野猪的话有野猪，没有狼。这个山里面野猪很多，因为现在野猪泛滥啊，没有狼，狼没有。感谢蛋蛋酷酷的蛋卷的办卡，阿姨帮我记一下，麻烦你了，阿姨啊，帮我记一下啊，都帮我记啊，晚上发给我，晚上我们算时长啊。哎，大兵，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跟你说哈，我说我直播，我说我这次户外直播有两个大哥来就好做了，一个是来了吗？都来了哈，那两个大哥还记得不？四舅不是来了啊？他屌哥哈，我说两个大哥来、啊、来一个就好做了。野猪，给你们科普一下啊，野猪我们不能乱抓，因为它是保护动物。网上说有些地方可以抓野猪，你抓到了还给你钱，那是需要你有一个证，没有证的话呢，抓野猪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，兄弟？那抓野猪是违规的，大哥们可不敢。你得有个证，而且呢是在某个地区可以逮野猪。你如果说让我们俩抓野猪，我不吹牛逼，兄弟啊，我今天布置一个陷阱，明天就可以逮到一头野猪，但是不敢，这个东西犯法。不敢搞，兄弟，知道吧？欢迎兄弟们啊！哎，谁在给我弹语音？我看看啊！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兄弟啊！兄弟们多包涵啊！等一下，实在太饿了，等一下、啊，一直吃。等一下、啊。或者等会儿给你电话。欢迎各位兄弟啊！就是说，但是有些东西它是不能带的。我们人呐、啊，可以去做一些节目啊，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娱乐呀，让大家打发一个时间呀。但是我们一定要不要做违法的事情。哦，我知道，这个兄弟提醒对啊，我们要注意点火，就是违法的东西我们不能做，兄弟啊，知道吧？可以给大家就是，四包任务接不接？四包任务，兄弟，你说啥任务吧？说吧，违法的不接啊，大哥啊，违法的不接。不要今天第一天就不要下任务了，不要着急，兄弟啊，我们还在这边播好多天呢。啊，对，四舅来过，不要着急，兄弟们。反正我跟你讲啊，我前段时间给大家说了，大家不信。我说我今年23个小节目，这个荒野生存是第2个，农场第1个。往后面我们还有20多个节目，兄弟啊。这个荒野生存，你们看雨吧啊，就今年户外啊，我们还有20多个节目的，兄弟。欢迎各位啊，欢迎各位兄弟啊！把鱼烤一下，感谢我孟哥的荧光棒啊！赶快吃吧，这边都没了。我得那个啥，哎呀，按个啥摸呀？晚上我跟你讲啊，屌哥，这山里面很冷的，大哥，晚上山里面很冷的。用柴火烤的鱼真香，兄弟！我操，好香啊！这不叫柴火，这叫果木。果木。对。这鱼好香啊！我操，明天我们在河里面能捕到鱼就好了啊！果木烤鱼吗？哇，这个吃着和饭店的不一样啊！哎，鱼有刺啊！啤酒是我刚才直播在一个山洞里面找的。可乐哥说让我出去找点东西，
我发现了一个山洞。兄弟，这个烤鱼真好吃啊！嗯，对，真好吃，阿姨真好吃。因为这个山里面的木头不一样，知道吧？那有刺，那小心点。我都吃完了，我小心个什么呀？我说我小心点，把卡到喉咙了。不错，王小豆。嗯，哎，大兵，兵哥，哎，这个木头应该不是一般的木头啊。这是果木呀。我说平时的木头烤出来的东西不是这个味道。这是栗，基本上都是栗子木。我这个香，大家吃那糖炒栗子，栗树汁就这，基本上都是这种。难怪我说这么香，我操！哎，家伙，真的，这个真的啊，我吃不出来，但是它可以。明朝时的古人遗留下的啤酒跟火腿肠。哎呀！这今天然后呢，我今天直播的时候在这个上面那个水沟里面啊捡到一些这个东西啊，我也不知道是啥东西啊，这是贝壳啊，捡到一些贝壳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啊，晚上我们把它烤一下，兄弟啊，这是我今天直播捡到一些这个东西，也不知道啥，咱也不知道，就是在水里面捡的啊，水里面捡的啊，也不知道啥东西，兄弟啊，就捡了蛮多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啊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啊，兄弟啊，就是下面这个上面那个水里面好多这个东西，等下晚上我们可以把它烤一下，感谢六妹啊。这个是果木呀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啊，晚上我们烤一下，然后我做了一个简易的这个烧烤架，然后晚上我们正好烤一下。有毒吗？有毒的话，有毒的话没事啊，以前神农尝百草，阿珂带你们尝百毒，这就把它拿锯了，好锯锯好锯一点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直播搭的房子啊，现在呢是床啊，兄弟啊，明天的话呢就会成为一个房子，我们慢慢的去建设。深山里面，兄弟，你听那个山沟里的水还在流。哇，这是我们利用这个树啊，啤酒喝了，做个杯子，做个杯子，用啤酒做杯子吗？啤酒瓶啊。哎，这内容不就接上了吗？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会有啤酒了吗？来嘛，哎，我都喝完了，用这个怎么做一个杯子呀？铁丝吧，用一会儿看就行了，一会儿看就行了。OK， 我看我兵哥咋做杯子，感谢豆豆龙。哎呀，这个时候赶没有火，人会冻死的。对，把它喝了，看看怎么搞两个杯子。一共给大家看着啊，一共还剩下五根啊，我一共五根了啊，24小时直播啊。今天没办法，今天因为来不及去制作这个棚子了，所以说晚上会有露水，但是明天就好了。明天我们搞一个灶，搞一个灶，我们打打猎啥的。然后后天的话呢，我们就捕捕鱼。哇靠，没钳子真不方便。你用那个铁锨，你这个怎么做？把啤酒瓶给啤酒瓶给整齐了。你别摔，你一摔它碎了。
摔不是摔肯定不行了。哦，他们说铁丝烧红套在皮头上，嗯，然后用水浇的。我操，这个兄弟挺懂啊。对，就是那样。我操，这样这也可以啊。那他那个面儿光滑不？肯定光滑呀。欢迎兄弟们走进24小时直播间啊！现在兵哥呢在做两个杯子。我看看这怎么弄的。工具不太顺手啊。慢慢的，只要做出来，做出来我们挖到草药的时候是吧，就可以泡水喝。你先接电话。你先接。这么高呀？大小可以自己调吗？哦，这个圈大小还可以自己调哈。对，高低也可以自己调吧。做个高一点的。做个高一点的吧，就不要太高，不要太高。这么高就可以了吧？满山都是宝呀！这有点低了，有点低了，兵哥，有点低了，再高点吧，这太低了，太小了，就到这里吧，再高点。确定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直接这样放火里面烧啊？不是不是，烧铁丝啊。那就到这里，就不要太低。来，我们做个小实验啊。等等，我们看看啊，兵哥先用这个。今天我在山里面挖出来一个这个啊，我们刚才直播挖的兄弟啊，这个直播挖出来的，我看看这是怎么弄的，我操，这个铁丝会不会太细？那没关系的，不知道是啥啊，兄弟啊，这个不知道是啥。能吃不能吃我不知道，当时我挖的时候，我操，我镜头拍到的时候吓我一跳，兄弟，这真的，这好像是一个，兄弟啊，大日如来神掌，应该兵哥说叫做佛手山药。哎，你这么烧那一面会不会烫呀？嗯，这会不会烫手？烫也没办法啊，拿个东西嘛垫一下。非常六加一，这大哥真的。来了，能行吗？这样？能行，看着吧。那这是什么原理呢？不是这冷缩吗？来，我们把铁丝先烧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行啊。操，烫手啊！我靠。烫手哈？那你这样，你可以哎，你一头插在红树里面啊，然后拿着红树嘛，走进科学。不行，这肯定烫手呀，这不用想。欢迎我屁哥。嗯。对对，缠在棍子上，对对，我也这么想的，缠在棍子上。试一下啊。不是烫手啊，主要是高温。肯定啊。不是铁丝热，是整体温度都热。他就这样，然后放直接放在瓶子上就行了。嗯，瓶子还要在水里面冰一下哈，这山泉水，灌点水。哎，兵哥这红内裤好性感啊！兵哥这红内裤好性感呀、啊！来，我们拭目以待啊，看看这个行不行啊？咱做个杯子。哪来的啤酒，兄弟？我们24小时直播，你不看直播，你肯定不知道呀，大哥。试试试试啊！不是，兵哥说荒山野岭的，然后呢穿红的辟邪。荒山野岭穿的红内裤会辟邪。
我会不会炸？会不会裂开？哎呦我操，跑了！哎呦我靠，这个效果可能会不太好。它能不能裂还不知道啊！我靠，刚才位置动了一下。不是哥，这行不行啊，兵哥？只要够热就可以。这火都这冷，说你是9年义务的漏网之鱼吧？不是你这，我觉得他这不靠谱呀、啊，他这也没断呀、啊。要烧红是不是？刚才就红了呀。我操，铁丝太细了。你不行，你这样，两个铁丝拧到一起。研究研究。没有，靠，啤酒瓶上都感觉不到热度。是不是铁丝太细了？你拿到那两个铁丝拧。总之是热度不够嘛。那应该是没有烧红，烧红都行了。我操，黑了呀，天。嗯。靠。茫茫苍穹。我靠，这个天黑了。我看看兵哥能不能做成啊，今天啊。我相信这兄弟们做过这个的应该不少吧。这个小时候没玩的东西，这个也算是一种娱乐项目呀。在小时候做过的应该不少，做过的扣个一。人家说对，别人说人家说的是活钳。人家说的是活钳子。火钳子。对，用火钳子才行。这不没条件吗？那我觉得不行啊，兵哥，你就这样不行啊。有条件的话，那个火，那个以前的麻线，嗯，蘸点油，缠上面烧一下，那直接在上面点火，那个、一次就成。那我们用木头锯一个木杯子怎么样？木杯子，我靠，那不要好大好粗的树啊。那也是，那你再试试看行不行？哇，天黑了呀，我操！啊，这次我操，这次可以再烧，这次红了，再烧。我看到它红了，再烧，它不会炸哈，就是裂开，不会炸，裂开。OK。我拿着呢，你怕什么？我怕它砰，它砰的一声崩到我的眼睛是吧？不会直接炸。你找一个杯子呀，这真没有，屌哥，这真没有。我操，不红啊！这杯子真没有。这得靠我们自己做，知道吗？嗯，就是说这个野外它不是万能的，你杯子都能找出来，大哥，它这不是万能的呀，大哥。我让这个兵哥试试，这不是万能的呀，大哥。找个杯子。几个小时的工，几个小时不行啊。能不带的东西就不想带了。没有，兄弟们，我们是真生存啊，真生存啊，没有杯子，真生存。看啊，我操，看着红了啊。我操，套不进去了。你拿那边，从那边套嘛。啊，对，从这边套嘛。哎、浪费感情了。对，我们是真生存啊，兄弟。不要看人家假户外，你看我们连杯子都是自己做的。我真的我想知道这样行不行，兄弟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原理。塑料的不行。做过的应该不在少数啊。你这得趁它红的时候速度弄上去，不要弄到手，速度。哦，好，没问题了，奥利给。我去，没开啊！啊？没开呀、啊！啊，兵哥这。你这20年的荒野生存经验，工具不一样啊！我操，这个一共就两个瓶子，屌哥，这个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喝水会有味道，不行就搞这个了，那没办法，没法子。
铁，看你这铁丝太细了，肯定不行了。刚才都烧红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小节目啊，兄弟啊，是给我们怎么加生生存时长。大家就是直播间里面飞机火箭的加时长的，然后的话呢，就是办卡是减时长的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天，兄弟啊，第一天。晚一点的话呢，直播间会有一个小节目是收办卡的，兄弟啊，晚一点的话会有一个小节目啊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天，兄弟，我们今天到这里之后呢，进山之后呢，先直播建了个房子，然后直播找点吃的，生个火，今天先凑合一下。不是，鱼吧里面有啊，各位大哥们，鱼吧里面有啊。我跟你们这么讲吧，兄弟啊，7天不行，17天你们不服，我们就生存27天。等我们登陆搞起来的话，那就是把大哥们都搞服。你说这晚上会不会上潮呀？潮也没办法，今天这都已经不错了，这已经不错了，确实已经不错了。错了，工程量不小了。今天工程量确实不小了。每一根木头都是要自己去砍过来的。来，咱把生蚝烤一烤吧。他们说是生蚝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我在水里面捡的啊。把这个烤烤，咱俩把它整了呗。这吃不饱，你饭很快就饿了。干一天活，我操！等一下，我们把灯架起来啊，把这个地方变成这个白夜，兄弟啊，变成这个白天。把火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放在这上面，还是说放在我们这个简易的这个烧烤架上，还是说用东西铁丝把它绑住？放这上面比较那啥一点，我觉得卫生一点。嗯，是不是？你就这上面一放。对吧？你把柴火弄搞，搞一个平的，能放的。来，上铁丝，万能。还搞铁丝干嘛用？做个吊，跟吊锅一样的嘛。哦，聪明，兵哥，聪明。不是啊，这是我们在水里面捡到的，兄弟啊。聪明。哎呀，兄弟啊，荒野生存不容易啊！今天吃完，明天还不知道吃啥呢。兄弟，这一直很耗体力，明天还不知道吃啥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把灯给搞上。欢迎你们走进真荒野生存的直播间啊，兄弟啊！吊锅没了，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丢了。明天蜘蛛你放好了呀？喂，别闹哥，人家你们都放东西呢，我操！哎，闹真是。他两边搞吗？啊，你说两边都搞一个是吧？好聪明呀，我操！别着急，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来。聪明。哇，这个流水声。这啤酒瓶是。这不比用指头强吗？哎呀，夜幕降临了呀，我操，要把灯打开了，等一下吧，这一个人还真的害怕。还有火，因为挨着水呢，水属阴，比较凉。啊，灯没开。我也爱你，兄弟，我也爱你。真荒野生存啊，兄弟啊！成了，哪有什么车不车的？
那这还得两边用挂的架。没有，哪有牛肉啊，大哥？哪有牛肉啊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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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什么都有，那怎么行呢？一会儿这个大哥说有猪肉，那个大哥说有牛肉。大哥们，我们是真荒野生存啊，真荒野生存，好吧？真荒野生存，兄弟啊！加柴，加柴。别闹，别闹，大哥，你这变相黑我们，我操！变相黑大哥，别闹，别闹，不闹。没有睡袋，没有睡袋，我们搭建的有床，兄弟，看见没有？哪有那么多兄弟啊，要你们想的都想啥呢，大哥们？哇，山里面好近啊。哎呦，这么架一下是吧？架一下这不不累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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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烟下去了就来烤。那我把灯打开吧，黑了黑了。开灯开灯。来兄弟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变为白昼，兄弟啊。晚上是冷啊，那没办法呀，做节目呢嘛，兄弟。玩归玩是吧，那该你承受的你也得承受呀。肯定冷啊，山里面想都不用想，兄弟是吧。大山里面兄弟啊。我不 PK， 我不是 PK 主播，大哥。大山里面兄弟啊，你这想都不用想啊，肯定会冷啊晚上。把绳子挂起来是吧。有点灯啊，这么搞一下。往哪里吧。灯挂在我们床这边也行，是吧？哎，挂在这里吗？我们把灯挂一下，兄弟们啊！不好弄这个灯，挂它老掉，它老现在弄。看能不能这里。我来弄。这个断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哎呀哥，不用，我你说咋弄？拿个棍子插在地上，然后这个灯放在棍子上就行了。这样的话都亮了，哇，天黑的这么快呀、哇，这还是个野葡萄树，这还是个葡萄枝，这还比较难搞，我操。找个木棍，灯可以搞到木棍上，高一点的稍微。这个棍子吧，插下面，插下面，插一下，得离我们近一点。可以，你起来我看看，房间亮不亮？那这边亮不亮？哎，可以，就只能先这样了。我口袋里面给，哎，这样看着就，哎，亮了吗？对吧？这样可以。哪来的那么多的所谓的野生盒饭，兄弟？啊、哦，好冷呀！明天我们把灯放在我们床那里去。哇，天彻底黑了，我操！说黑啊，几分钟的事就黑了天。哎呀，等一下呢，我们把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长算一下，兄弟啊，时间算一下。不行啊，兵哥，放在这个地方有点逆光呀。手机摆个位置。
我手机放这里试试，我坐这边。明天起来我要冻住了。哎呀，我看看，我把手机换一个位置，灯能够插到这边最好了。斌哥，插这边。行啊。插这边有点逆光，灯要插在这边。一会儿我去搞点木材。木材？不多了，马上烧完了。行行行，我等一下我跟一块。不用一块。你在这待着，等着一会儿把那个卡好就行了。那个问题是，等等你等等等等。你拿到什么东西啊？灯啊。那你不是你要从这里上去啊？去那里面搞，那里面搞。那可得慢着点，悠着点。我操，这荒山野岭的。悠着点啊，来把这个灯插在这里。哎，这就行了。不是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怕啥，兄弟啊？直播直播，兄弟。这个就是再往上一点，给它绑一下，行不行？这个灯不行，灯再往上点，插结实一点，再往里面插一点，插，后面养一点，啊，怎么样？然后这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了可以了 ，OK 了，这都可以了。搞点，拿个锯，不要拿刀，拿锯。欢迎兄弟们啊！我把我的手电筒也拿出来，在野外真的兄弟啊，现在你真的你要小心点，以防万一。这个你得真小心。啊！我找到蚊子，晚上蚊子不会有蚊子，兄弟啊。这个的你得晚上咱得小心点。因为这是冬天，兄弟啊，夏天的话呢会有蚊子的。现在是冬天啊，我们在山里面啊，山里面，这是在冬天，兄弟。啊，想多了，什么都不需要。这一个要烤多久？我操！这个湿吧？湿也没事，烤一会儿就干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操！今天这些小木棍，然后那个怎么掉？那个这个怎么掉？就这样不就好了？你咱要确定不能挂，把棍子给烤断。哪里会断？哟塞，这太短了。哦，有点瘆人啊，兄弟啊，这个山里面，我操！这会不会太高了？不高。高不高？这高低可调吗？啊！感谢马塔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是在河南兄弟啊，河南濮阳的野猪岭。野猪岭啊，一个深山。有动物，有的。但是动物都怕火。荒野生存第一天啊，兄弟们啊！是这样吗？嗯。
你这个要不要再往里面一点点？啊，在旁边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一直架到火苗上面。那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你搞一个东西支着它，不用咱手不用拿。不要拿。对你拿了多累了。是吧？你要手一直拿着火花火，可能就是我们搞有吃的还累个鸟儿累。那你有吃的，你也得把它烤熟呀。嗯。好嘞。对吧？那边也再支一个，它这样能够吊起来。行吧。我操，这要不要洗一洗啊？啊，全是沙子呀。冲下也行，我们有水嘛，冲下也行。对，主要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啥，我们要先把这个弄好。涮一下，涮一下也行，涮一下。对对，涮一下，涮一下。我们今天捡到贝壳，兄弟。真荒野生存啊，兄弟，你不用质疑啊，涮一下，对，涮一下，在里面捡到的。OK。这会不会离得太远了，兵哥，离火。一会儿嘛，一会儿再进入。OK。涮一下，几个？啊？两个，四个，大的。吃完了就没了。说是没剩一个是不是一共六个吗？捡到六个吗？明天一人一个嘛。好吧。你今天干活了得吃饱，明天一人一个。啊，今天一人两个，小的剩下的小。这个兄弟啊，是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水沟里面捡到的，兄弟们，欢迎兄弟们啊，水沟里面捡到的。哎，呦，没，它有壳，没事，有壳。什么？明天直接下班了？算一下。对，贝壳。没有兄弟，看到我们床没有？我们在荒野生存呀，这都是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搞的呀，亲手建的呀。这明天都没得吃了。你是准备把这个再往前面移是吧？对。哎，且慢，慢点，等一下。嗯。等一下，这个不是要烤吗？放调料呀，不放调料怎么会好吃？需要什么吧？说吧，咱啥都有。啥都不需要也可以。你得放点盐，放点油啥的。先烤，烤再加着。太远了呀，我操！这不是生蚝啊，这贝壳，兄弟啊，贝壳。你这样烤的话，你后面再弄个什么东西弄起来，要不然你拿着一直多费劲了。
是吧，兵哥？我想想，这有什么办法？把它固定到中间，那头再弄个，这都不用管它了，是不是？拿着吧，好掌握，远近好掌握。拿着靠。闲来没事。好，好，好，来吧，让我们歇会儿聊聊天吧，兄弟啊，干了半天活。不是说什么东西啊，大哥们，我说有就有啊，不是说我说有就有啊，大哥们啊。我们的一切东西啊，都是来源于野外，兄弟啊。现在我们是在深山，已经天黑了，我们烤两个这个贝壳。这个可不是说你柯哥说有就有啊，兄弟们。什么讲的？不是说要靠运气捡啊，大哥们啊。不是说要靠运气捡，这个是需要你多努力。比如说你搭建完房子了，你弄好火了，这边弄利索了，你要多在山里面转，安全性有保障嘛，兄弟啊。这个安全性，你说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安全性，兄弟啊？什么样的？这是山，很多野猪的，兄弟，很多很多的野猪的。你们听这个水，一听就是山泉水。这是山，大哥，这是山。我靠，我的那个，这个在烤这个贝壳啊，兄弟啊，野外纯天然啊，野外纯天然。那野外纯天然，女人她受不了这个苦的，兄弟啊，她受不了这个苦。晚上外面很冷的，知道吧？女人吃不了这个苦，不是说我们没找女人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这旁边就是水，兄弟，放心吧，好吧，旁边就是水。主播怎么打猎？我们今天分别打到了贝壳，打到了一条鱼，打到了两个野生红薯，还有一个佛手山药。大哥，盐大水来。有兄弟问我说，遇到杀人犯怎么办？我操，大哥，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，兄弟啊，你说能怕啥？两个大老爷们儿。有有有，有火有火，这样能烤熟吗？而且我跟你说讲啊，这个木头啊，烤东西啊，一点都没有烟熏味儿，而且很香。它的这个叫啥木啊，兵哥？栗木。叫栗木啊，栗木。这个木头烤出来的东西很香。现在这个社会哪来的山贼啊？不过山里面是吧，古董精灵啥的也没无所谓。明天吃什么，兄弟啊？今天晚上我们全程不关直播，全程不关。明天呢，我们晚上睡觉也不关直播，兄弟们。所以明天吃什么，你们就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看吧，兄弟。明天吃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如果说我们找到吃的话，我们就吃；找不到的话，我们就饿。好吧，明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房子建一下，把火建个灶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再去找吃的。围着这个山去找，因为我们这24小时不关播，所以说有没有的吃，兄弟，这个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兄弟啊。对，就连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开着对着我们的，兄弟，好吧，睡觉的时候也是开着直播的。怎么会？哎，对了，算账算账算账。阿姨在不在？阿姨。来来，我现在把账算一下啊，兄弟啊，把今天的就是我们有一是一啊，希望所有兄弟们监督啊，我们把账算一下啊，我看看阿姨那边记得我们今天是时长加多少减多少，在直播，兄弟，阿姨你把你记录的拍个照发给我，我们现在算时长，每一个。来到我们直播间娱乐的，来到我们直播间玩的，来看我们直播的兄弟，你刷的礼物都有时长加减，好吧，我给他算一下时间还有多少。
看一下啊，刚才我们收到了一些礼物啊，把这些礼物我们算一下，兄弟啊。等阿姨把照片发给我。欢迎各位兄弟啊，欢迎你们啊。等下我们算一下这个时间，这个兄弟不提醒的话我忘了。鱼吧友，鱼吧友，鱼吧友，兄弟啊，对不起，我是他的托。兄弟，我给你开了那么高的工资，你竟然在直播间曝光我，你说你在车上给我放了牛肉猪蹄儿，明天就把你开除，兄弟。欠啥呆萌？等等，我们算一下啊。OK 啊，我们现在算一下啊。来，兄弟啊，现在我们算啊，我得给大家念一下啊，我们直播间的一个飞机啊，现在啊，兄弟们是这样的啊，我们直播间一个飞机啊判一小时，一个火箭判6小时，一个摩天轮减3小时，一个办卡减10分钟。真实的24小时直播的荒野生存，今天收到4舅的火箭4发，24个小时是一天一夜啊，4舅的火箭4发，我算一下啊，北外滩吴亦凡的火箭4发，4×5，20个小时啊，20个了啊，屌哥的火箭1发，加个5。青蒙办卡先等一下再算啊，然后内裤哥的飞机2个，27，再加2。屁哥的飞机1个，28，再加1。梦哥的飞机2个，加2，30。我们直播间收到所有礼物，兄弟啊，都记录都用在这个直播间啊，兄弟啊，三十个小时。青宁小筑的4张卡，蛋蛋卷的1张卡，这是5张卡，50分钟啊，1张卡的话呢10分钟，5张卡的话是50分钟，50分钟先记着啊，卡的话先记着。现在30个小时了，3个小时我们是从这个，我们从这个3点直播的，48个小时，现在是马上7点。哎，大兵哥，大兵哥，等一下我先算账啊。48个小时，从3点、4点、5点、6点、7点，4个小时，那还剩44个小时是吧？7点了，那还剩44小时吗？48，咱3点开播的。48。减3。加多少？4、5、6、7。先减掉咱今天播的这个时长，是4小时了。4, 那不是还剩下44吗？44。44加30。74。我操，74个小时。那就是3天3夜啊，省着点吃啊，还有74个小时啊，74个小时，办卡的话我们还没有减啊，74个小时。我把时长记一下啊，兄弟啊，7点整啊，荒野生存7点整，晚7点，先把这个算清楚啊，咱再说别的啊。晚7点啊？什么东西？调料包。等一下，晚7点计算。OK， 现在是74个小时了，好吧？74小时，也就你在山里面待一晚上，你就知道，兄弟，又黑又吓人，又他妈冷，又吓人又冷，兄弟啊。然后要放调料了是吧？OK，欢迎兄弟们啊！你不待你不知道，兄弟啊。咱卡的话没有算啊。还没有算呢，先算这个时长。白天还要搭房的找吃的，主播不会吃人，兄弟，主播不会吃人，主播只会爱你，主播只会爱你，主播只会跟你说么么哒。可以，不是全部刷完办卡的话，兄弟，那也得48小时。哇，好肥啊！我操！慢点，有点烫，可能烫，慢点。你那个声音关一下，哥，声音稍微小点。对，主播只会爱你，主播只会跟你说么么哒。拿个刀，对。晚上这个视线不是很好啊，大家体谅一下。
对对对，办卡检视场兄弟啊，欢迎各位兄弟24小时的直播间啊。这个是我们在水里面找的，对，最低48个小时，这个39级的用户大哥。撬开它，我去，我们这是野外找的，打开它，天天带节奏，哪有什么这个道具组啥的，兄弟。来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梨木啊，梨木来烤这个贝壳。我们今天直播在水里面捡到的，兄弟。然后的话呢，调料是我们带的，今天我们带的东西都跟你们说了。这个就放点盐，花椒油，来盐和花椒油就行了。蒜泥哪有兄弟啊？这是荒野生存，你以为是干嘛的，大哥？我靠！哎，不用，盖子盖上。我操！你们怎么引？盖上怎么倒？盖上它有个小盖，掀开。对对对，可以撒的，慢点啊，这个出来多会咸。对，撒点。OK， 我们上盐。不要太咸了。对呀、啊，说道具组的没良心，兄弟啊，真的没良心。这时候你们没看，这是白天我们翻山越岭费了好大劲，在这个山里面的各种小水沟里面捡到的，兄弟。这个辣，这个是花椒油啊，花椒油。嗯，我们带了一大桶水啊。如果这个我们带的水喝完了，我们就这边有山泉，看到没有？听这个声音，山泉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烤出来就贼香，我跟你说。然后把那个调料盒还搞好个，洗了贼香。不，今天得吃饱，兄弟啊！第一天干活呢，兄弟，你这是吧？阿珂搏斗了300回才最终抓到了一条带鱼，这怎么能扔了呢，兄弟？你这欢迎我孟哥，哎呀，你们不要看那些假求生看多了，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野外肯德基，没有的，兄弟，我们是真求生啊，我们是真求生，大哥们啊！你们不要老是被那家假求生给误导。OK， 这烤熟就能吃了，加点柴。有水的地方它就会有鱼，就好像有厕所的地方一定有纸，有厨房的地方一定有盐一样，兄弟。OK。不要奇怪啊，不要奇怪。见的多了你都知道了，兄弟啊。
什么山里有生蚝了，树里都有肯，树上都有肯德基了。哎呦，兄弟，你别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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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闹。等下我们考一考他。哇，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虽然坐在这里啊，但是背后发凉，兄弟知道吗？那么背后发凉，哇，这山里面这冷空气真的，兄弟。虽然我们在这边坐着啊，但是我们背后发凉，大哥们。啊。有厕所的地方没有纸，你拿什么解决问题呢，兄弟？那用什么解决问题呢？哎，来吧，生蚝烤着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，兄弟啊，在濮阳叫做野猪岭。你们都知道啊，你们不要，就是有很多的观众说我们在村口，我跟你讲，村口是没办法播的。很多兄弟都知道的，就是你直播这种节目一定要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因为有人你播不了，一会儿有人过来了，一会儿有人过来了，问问你这个问问你那个，你播不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有人的地方至少是80公里，兄弟。什么手指抠干净，这是皮破了一层皮，兄弟，至少有80公里是没有任何人的。就是我们开车上来之后，然后呢我们又徒步啊，背着东西走了2.5个小时，足足的，兄弟，要不然今天为什么开播这么晚。这是一个荒山野林，兄弟，离有人的地方70-80公里。说一句不好听的，晚上有一句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死个人，尸体风干了都不会有人发现的，兄弟，知道吧？这是一个野山，你们今天都看了这个环境了，兄弟，野山80公里左右都不会有任何人，兄弟，就算是死人死在这里，我跟你讲，兄弟啊，风干了都不会有人来知道，知道吗，兄弟？至于说河里为什么有野生生蚝，哎呀，不解释了，大哥，你老不相信人，好，你老不相信人。对，70-80公里，兄弟啊，70-80公里不会有任何人。村口你根本，我有火，村口你根本没法播的，兄弟，这个你们都明白的，知道吧，兄弟？村口没办法播的，把兵哥吃了，别闹。这个位置，我跟你讲，兄弟，你就算是真的，你碰到个你人死了都没人知道的。我们烤几个这个贝壳，兄弟啊！你看这个山泉水的声音还在流着，兄弟。我们在这边搭建了一个床铺，就兵哥我俩人，大兵哥我俩。讲实话的，我是冒着生命危险给各位兄弟们直播的。你说句不好听的，晚上对吧？呼呼吞吞跑出来一群野猪，我靠！这真的，兄弟啊！我们先把这个吃了，我们先吃饭，兄弟啊，我们还没有吃饱，今天有点饿。辣椒我们会做啊，我们会在这个山上采一些野的辣椒，然后呢把辣椒放在火上烤一烤，烤完之后呢用石头把辣椒给凿碎，然后呢就成了这个辣椒面，这个是我们后面慢慢搞的，兄弟。所以说，兄弟啊，你讲，我操，这里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瘆人的，大哥特别瘆人的，好吗？等我们这个水喝完了，水喝完了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瓶子从这个地方给它分开，然后呢拿一块布盖在这个瓶子上，然后呢把这个空瓶子放在一个有草的地方，只要过一晚上，第二天这个瓶子里面就会有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叫做蒸汽原理。晚上会有很多的露水，当你拿一个布盖到这个空瓶子的时候，第二天这个空瓶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水，这个水是可以喝的。这都是野外生存的一些经验，知道吗，兄弟？这是野外生存的经验。有兄弟说这个生蚝这个东西无法理解，我也不知道，兄弟，我也不知道。
因为我以为是贝壳，这真的是我们捡的，兄弟啊，我们捡的。看能不能，因为它这个带着壳的话呢，实在是有点难烤啊，兄弟们，带壳的话比较难烤。没有啊，我们不是假生存啊，不是假生存。欢迎各位兄弟啊，兵哥，兵哥，哎，你跟他们聊聊，我打个电话，好吧？刚才我那个这个没好啊，晚一点的。就好了啊、行，等这个好了吧，来你聊会儿，我烤一会儿吧，你去聊聊，等两天我来烤，洗下嗓子，我来烤一会儿。斌哥，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，知道不？哪个口号？口号太多了呀，荒野生存、咋了？就是说一切东西来，一切食物来源于野外，绝不作假，这是我们的口号啊！真荒野生存。哎呀，说的我嗓子疼。哎，直播间的兄弟们，啊，斌哥跟你们聊聊。喂，哎，镜头也要让他们看到我，要不然他们说我又去干嘛了啊？对对。要不然他们又说我去干嘛干嘛了。啊啊，对，哎，直播间的兄弟们晚上好啊，欢迎来到阿珂的直播间。你可以对可以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什么假生存呢、啊、这环境大家今天不止一次看过了，这人都在这里坐着，哪里有盒饭？这地方送过来一份盒饭谁会送啊？没有的，设备充电，充电带的有充电宝呀，这之前都说过的，介绍不是介绍过了吗？今天介绍好几遍了啊。我叫大兵啊，这一期呢由我和柯哥一起给大家带来一期荒野生存。其实是两天，鱼吧里面有玩法，根据大哥的想法加减时长。现在室外多少度？我看一下啊，4度呀，四度，室外4度。今天晚上应该会结冰的，明天早上带你们看一下吧。流动水结冰，不知道是不是0度就可以结。应该是，如果0度可以结的话，今天是-2度。-2度，最低温度-2度。换个人开始卡了，柯哥嗓子都冒烟了。不卡吧？多少马力？178。那不卡，178不卡。充电宝没电了，不可能的哈，带了好多的，今天背着充电宝上山，妈的真想把它充电宝给扔了，知道上个山把人累成什么样了。上山毫不夸张的说，就是谁送我那一批充电宝让我过来拿，我都不拿。哎呀，说实在话的，这深山确实挺瘆人的。大家看一下周围环境，不过没灯。有新来的朋友可能没见到周围的环境。今天不止一次跟大家去看了周围的环境，全部都是山，怎么嚎都听不见。至于有人吗？根本没有人。至于刚才那谁说遇见杀人犯了怎么办？完了，我们大刀小刀都有，还怕个什么杀人犯？是不是啊？都是一个肩膀扛个脑袋，谁怕谁呀？对，新来的朋友啊，帮忙点点赞。这个平台没有点赞，你这个手机看多了。这个平台没有。
怕的。播，什么时候？有人说卡了，我操！我看。我操！我操！一直停这里这么长时间了都没事，突然就卡了。山里面的磁场就是这样，山里面的磁场就这样。OK 了，山里面的磁场就这样，兄弟们，这没法子。熟不熟？熟不熟啊？闻一下。不说不说不说，我闻来，让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等等让他们也看一下。我闻一下，闻一下。闻到生气了。不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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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熟不熟。再烤一烤。还卡吗，兄弟？大哥们还卡吗，大哥们？应该可以了呀，再烤烤，这不熟的。我回来就不卡了是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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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欢迎我昵称大哥，欢迎我昵称哥啊。应该是不卡了吧？刚才因为这个山里面确实是不是战手卡，这个山里面确实是信号不好，兄弟啊。认生，我操！因为这个山里面确实是咋说呢，兄弟？感谢飞翔的旋律啊，欢迎各位兄弟啊。具体呢玩法呢是在雨伴，好了是吧，深山老林里面，兄弟啊，这个难免的，深山老林里面难免的，难免会一卡一卡的，会一卡一卡哟。对吧，天这么天的冷的天怎么会假，兄弟，哪有造假。昵称哥，荒野生存呀，鱼吧里面有啊，昵称哥，荒野生存哥。看看兄弟，来看看我们今天一下午的时间搭了一个悬空的床，一下午的时间搭出来的。然后明天呢就可以给这个床加盖一下，加个顶，看到没有，这山呀，给你们看看周围，兄弟看见没有，我操大哥，大山呀，什么野营，你看信号都知道，大山呀，这边是一些山崖啥的，这是顺着这里面，这是小溪，停，小溪，对对，24个小时直播，昵称哥，24小时，这是我们在烤我们今天在山里面抓到的一些贝壳啊。冷是很冷的，兄弟，很冷的。很冷的。但明天我们这个屋子会盖好。明天你们就可以在我直播间里面，明天晚上你们就可以见到，兄弟啊。你们都可以见到白天啊，你们都可以见到在这个山上有一个小屋了。这今天下午好几个小时啊，兵哥一下一下的弄成的，荒野兄弟啊，这野外野外荒野，这个坚固的一逼，下午的时候我们试过坚固的一逼，晚上冷是肯定会冷的，兄弟，山里面你是吧，一个咱斗鱼的主播，山里面搞这种情况一天搞出来，兄弟啊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
山东寻什么宝，大哥？离最近有人烟的地方，应该是七十几公里吧，不到八十公里，八十公里左右吧，兄弟。离有人的地方八十公里左右。来啊，木头，真真正正的啊，香木烤贝壳。果木啊，果木烤贝壳。对呀，我俩一个被窝呀。野猪林不是野猪岭。这个生蚝，兄弟，你们既然都叫到生蚝，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河里面捡的贝壳。今天第一天，先这么建设一下这个船。我操，这样呢？嚯！真真正正的果木啊，木头烤的，兄弟，果木。这个木头和我们平时用的木头不一样，这个山里面的这些木头，它的气味比较香。就是我们家里面的木头啊，搞出来一股烟味，而这个木头呢，搞出来比较香，带着芳香，肯定有野猪呀，兄弟，这还用想？但是野猪都怕火。四个兄弟们，四个。就折腾到现在，我们饭还没有吃完。哎，不熟的不行的，这个要烤熟。啊，没有，我们这边山里面啊，除了野猪和黄皮子之外，黄皮子可能会多一点，野猪和黄皮子多一点，但是狼这些东西没有的，我们这边是没有狼的。啊，豺狼啊都没有，就是黄皮子和这个野猪会多一点。狼我们这个地方没有。什么想的呀？这周围老是觉得。这个。野猪犯法，野猪犯法。是不是吱呀的响声？遇到逃犯，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有刀有斧子，怕啥，兄弟？这兵哥当年一个人，我讲我没吹牛逼啊，大家都知道秦岭吧？兵哥当年一把刀，在就拿一把刀，还有一个绳子，好像就兵哥一个人在秦岭里面生活了两年多，没有下过山。就这个兵哥啊，一把刀一个绳子，就在秦岭里面大深山啊生存两年多，没有下过山。这怕什么，兄弟？两年多，我操！报什么我们也不怕，兄弟啊！我们既然赶在这里，我们就问过的。那边有豺狼，这边没有啊，这边没有。就这个兵哥，你看兄弟，太阳穴高高鼓起，这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我跟你讲啊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特别这一笑，啥都会。阿克怕不怕黄皮子？咋说呢，兄弟啊，不能说怕我怕吧，怕是不怕的，但是见了那个东西总是多多少少吧，是吧？神农架是景区，兄弟，景区我们去生存。现在是我们在烤这个贝壳，兄弟啊。所以说有逃犯我们根本不怕的。嘘，那边什么叫的呀？没听到呀。真真正正的野王。来，你拿着，我去看一下。啊？你拿着，我去看一下。你看看什么叫的？拿个灯，把符号。我扶着，你去吧。你看什么叫的到底是？把灯照一下，冬天应该没有蛇。哇，哪个位置？就床下面那个草堆里面，什么叫的？
你看，你看有没有东西，有没有大型的东西就行了。毛都没有啊。没有了，就那种壁虎啦什么啦之类的，那种大型的都没有就行。你也听见了刚才是吧？没有啊。你没有，你没听见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听见，是就那种类似于那种蛐蛐叫的一样。心理问题吧。不会吧？它类似于蛐蛐一样。心理问题。没有算了，没有大型的就可以。你看看，只要没有大型的东西就行。还真的是我心理问题产生这个幻觉，山里面没有冬天没有蛇，兄弟，你照到上面，哥，斌哥，我怎么这上面呼呼啦啦的了？我找什么在东西在汤草啊？还是说鸡巴真的幻觉？幻觉，那没事就行，没事就行。我只主要是我们再小心点，好吧？我们再小心点。没有吧？我听见有东西，怎么在汤草？你知道吧？要不然轮流睡觉吧。啊？要不然轮流睡觉吧。轮流睡觉。幻觉呀、啊，可倒害怕了呀！我不害怕，兄弟们，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。这灯是真的亮，那兵哥干啥呢？我操！荒野生存几十年，我操！不是，有时候兄弟啊。不能说是我们太过于敏感，因为在荒山里面，你找到点吃的什么，这还是小问题。你这个神经会绷得很紧，因为它风吹草动的会有一些异响，人会心里面就会想，我什么东西啊，就会这样，知道吧？就会有些内心就会有些那个啥，知道吗？兵哥不怕，你刚才你看到他怕吗？一有什么事，他拿个手电筒就去看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没有一个很大型的东西，我们就不用害怕了。没有，哪来的农家乐呀，大哥？我操！对，哎，那我很好奇，假如说我们碰到了一条蛇，它在冬眠，我们去拍打它，你说它会不会咬？听见了吧？那边是吧？听见了吧？就在那个位置，有冬的汤草。走吧，错不了。啊，你慢点，拿刀。就那个位置，我觉得我没听错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常做户外的，我跟你讲，就那个位置。哦，对，有人躺草，你把刀拿上。你不要离近，先拿手电筒照照什么东西，先用手电筒照照看什么东西再说。不是在这里，哥，不是在这里，把这个放这里，在右边，往右边照。我觉得我就没听错，刚才有东西在汤草，哗啦哗啦哗啦很响，好几下。不是，山里面会有些动物。那边有一只野鸡，然后被啃的头都没有了，只剩下半个身子，还有一地的野鸡毛，就在我们右边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要特别要注意。下午的时候我不是给你们看了吗？一只就是那种野鸡，然后的话呢，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动物把头给啃了，然后满地的血，还有鸡毛，所以说我要注意点。不是野鸡啊，那个属于保护动物，知道吗？主播是不敢作假的，也不是主播放的。但是我确实给你们看了，这里面是有动物的，但是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知道吧？它不是被鹰吃了，应该是被黄皮子啥的。野鸡就在右边，就不没有啊？没有是吧 ？OK， 没有就行，那可能是走了，没有就行，就在右边。那叫声，顶多像是野鸡啊。野鸡是多，这个山里面野鸡也很多。我刚才是听到，我不是叫声，我听到有东西在汤草，哗啦哗啦好几下。我听到一个叫声。
那兵哥手上都拿了刀呢，看见没？直接拿了刀呢，他知道肯定会有动物的。就是。啊，给兵哥。都怕火，什么动物都怕火。对，什么动物他都怕火的。哇，这晚上也睡不踏实呀！我操，那这这，我操，可以了吧？都交了呀。啊？可以了。那可以了是吧？我闻不出来，你闻闻哥，你闻闻。说。应该可以了。应该。尝一尝。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啊！你割开看看。咋样？不是，不行，我再烤再烤会儿。沙子挺多。沙子挺多。嗯。不是洗了吗？洗了。那河里面捡出来的肯定沙子多呀，那再烤一下吧。肯定不行，因为它壳比较厚。还不行。河里面的这个贝壳肯定沙子多。你兵哥鞋带开了啊？哦，人家兵哥那绑一下鞋带，鞋带开了，没注意。哪位兄弟啊？这眼光可以啊。我操，这生着火，身上还是虽然生着火，但是这身上还是有阵阵的寒意，驱不散的阵阵寒意。虽然生着火，这个灯啊，看我一直带着吧。包拿了。没有，不能加柴，就把这个贝壳不就烤烂了吗，兄弟？离火近一点，离火近一点，太冷了。我操，这个生着火，真的这个寒意阵阵的，兄弟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种把山给点着？大哥，你别闹，大哥。那兵哥的设备都准备好了，绑在腰上。手电啥的往腰上一绑，然后左手拎着一把刀，有什么事冲着就过去了。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啊。好，好兄弟们啊，哎，兵哥上个厕所啊，兄弟，解决一下个人问题，撒个尿，他撒个尿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大兵哥。为什么我找他不跟你们吹牛逼，兄弟啊，一个人，兄弟啊，曾经就是一个人呢、啊、拿着一把棍子，一个人和四五条流浪狗，就那种野狗啊搏斗，一个人一把棍子啊搏斗四五条野狗，最后呢好像这全部野狗都被他打跑了，围着他，有一条野狗被他打到，你知道吗，腿都打断了，野狗在地上躺着，用恐怖的眼神看着兵哥，兵哥一个人一把棍子啊，独占四五条野狗，凶的一逼，我跟你讲，哎呀兄弟啊，哎呀，上个厕所，最后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啊，没吹牛逼，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贝壳啊，还用偷吃吗？看到没有？兵哥其实在巡逻，兵哥在巡逻，兵哥真的属于那种人狠话不多，你看着，你看镜头能看得见，你看他干嘛，在巡逻，看见没有，看见没，兵哥在巡逻，你晚上到这种人生地不熟的深山里面，你必须得小心呀、啊！你必须得小心，兄弟啊！你这不吹，你必须得小心。一个兵顶三个鸽子王，那顶五个鸽子了。感谢这个911的鱼丸啊！
晚上会有野生吗？有野猪，有野猪和黄皮子，别的没有。我干不过兵哥，兵哥这身手，我操，那我干不过。等一下呢，直播间会有一个小节目啊，就是说大家跟会有一个那个小玩法，是我们想赚点办卡减我们时长，毕竟现在72个小时，我操他妈三天三夜了还要多。等一下呢，会有一个小节目，我们吃完之后啊，到时候我们搞点办卡减下这个时长。没有48遍那个，我们在河里面捡到这个鱼，还有这个贝壳，那个被大哥刷礼物了，大哥刷礼物把时长给加了，有个加减时长的直播间有一个。今天是我们直播间第一天啊，兄弟们啊，然后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这全程24小时直播啊，全程24个小时啊，在这个深山里面，兄弟啊。明天呢，我们搭好房子之后呢，我们会围着这个山开始去采集一些草药。你们看斌哥，你们看斌哥，很警惕，看见没有？特别警惕，你看斌哥，很警惕的。你们发现一个，你们发现，来兄弟们，我问问直播间谁了解这个专业动作？晚上啊，当你在看什么地方的时候，你一只手是在包里面放的，随时会抽工具出来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专业动作，知道斌哥是干嘛的了吧？看着什么位置的时候，另外一只手就在腰上放着，随时拿东西，知道兄弟？这么说知道兵哥了吧？很警惕的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普通人哪来的那个东西，兄弟？这一看懂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两个字，专业，兄弟，专业。什么偷东西？那小偷哪会那样，兄弟？什么偷东西？啊，不是不是，荒山野岭，兄弟啊，荒山野岭。我们还没有吃晚饭，兄弟啊。哦 ，OK， 城管大哥 ，OK，OK，OK， 城管大哥，知道了，知道知道了。刚才我们漏烟了，烟漏出来了，不小心，我操，拍你的时候烟漏出来了。OK，OK， 大哥 ，OK 了。在野外没有两下子的人，只敢在村口求生，他们不敢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晚上野兽很多的，兄弟啊，这叫野猪岭。你们都说了生蚝，我说是贝壳，那生蚝就生蚝吧。我说的是贝壳，什么想的？听声音还远，近了再说。不不不不，有个翅膀在扑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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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要溪水也有杂音，一直响一直响，声音并不静。如果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的话。有什么动静都能听出来，那就吓人了。欢迎兄弟们啊，要注意着，不是不是，山里面会有很多野鸡和黄皮子，他晚上会去找那个野鸡。兄弟啊，今年我会有20多个节目，你们觉得哪个节目好看我们就做哪个啊。我把这22个，哎，还有21个。21个节目给他做完，你们觉得哪个好看我们就做哪个。如果说你们觉得生存好看，那我们就跑外地去了，就以后生存。你们觉得这个好看就做这个，那个好看就做那个，好吧。反正今年已经开始了啊，今年节目不断，兄弟啊，今年这个直播间节目不断，兄弟啊。哪有什么吸血鬼，我操，今年这个直播间节目不断啊。农场搞着呢，倪成哥，农场那是我们其中一个啊，搞着呢，那里面住的东西有人在交，我会找另外一个直播间，这两天让你们看一下啊，搞着呢，哥，你的还给你浇点水呢，放心放心啊，兄弟啊，放心，大哥，你抽烟的时候跟我说一下，哥啊，阿斌哥，在抽的时候你跟我说一下，我防止这个突然间，对吧？我这个手都一直在腰上，不行了呀，这不行了呀。啊？可以了，能吃了吧？烤焦了都。你尝一个。来，我尝一个。
要我面扩大。对对，倪成哥，倪成哥，等一下方便的话给我办点卡吧，哥，让我减减时长，时长有点多，我操，7十多个小时了，几天几夜了，大哥真的，来让我尝一尝这个兄弟啊，可以吃了，我先尝一个，放上去割开了，拿刀割一下这个贝壳，搞点卡，我操，这真的，这不敢。这么搞，这么搞下去，你今天有事，明天怎么办 ？OK OK， 哥，记得啊，这哥别刷飞机卡，给我办卡，把刷飞机的鱼车给我办成卡。有点烫，兄弟啊！别户外一哥了，哥，我只是一个臭荒野生存的。你们只要喜欢看，你们能留在我直播间玩，也有些兄弟支持我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我觉得我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。今天上这个山的时候，真的还蛮累的。这不是有点赞吗？他这个可以点赞啊，可以点赞。但是哇，好多沙子呀！我操，为什么一烤成这么点了？能吃能吃。吃沙子有助消化呀，你没看鸡子都一直吃沙子。但他这个点赞没啥用。就是说别人支持你点一下，知道吧？就别人支持你才点一下，点赞没啥用。怎么会没用呢？没实际用，但是点赞证明兄弟们认可你。有调料，有调料，兄弟。这个吃的撕的小口的可香了。熟了吧？熟不熟吧？我觉得。和我在饭店吃的那个味道不一样呢，为什么我觉得我和饭店吃的味道不一样呢？就一点，我到烤完之后觉得跟饭店吃的不一样呀，味道。哟呵，啊，可不是，野生的就是不一样，野生的就是不一样。又卡了吗，兄弟们？卡了吗？来卡的话，我们换个角度。农场开门，当然开门了，兄弟。那必须开门，兄弟。农场必须开门，兄弟啊！欢迎胳膊兄弟啊！你出现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啊，斌哥。好的好的。我们这个镜头主要是防止这个，感谢这个算了，也不知道你叫啥。开始啊，你这个，你荒野生存，你如果说不吃东西，你怎么扛啊？你哪来的体力啊，兄弟？不停的聊天，不停的直播，你要不吃东西，你哪来？你怎么扛啊？烤的就是有点硬了，又卡了。山里面晚上这个磁场有点不正常，兄弟啊，有点潮。119的码率。明天我们就要，我操，信号怎么这么不稳定啊？观影效果不佳呀，哥，等等，我动动信号，我动一下，我动一下手机啊，有点卡，我操，这个位置，我动一下手机啊，这个位置有点卡。
我动下手机啊。这个位置有点卡。斌哥，我操，这哪流这么多水啊？山上渗下来的吧？山泉水渗下来的哈。对，干嘛？没有没有，你离开我一个人不是有点怕怕的吗？我操，又没走远。哇，感谢我昵称哥的九张卡，感谢感谢啊。阿姨在不在？阿姨出来，阿姨在吗？感谢昵称哥的九张卡，感谢感谢。我给他，我这记一下，不在的话我给你记着啊，感谢感谢。感谢昵称哥九张卡，感谢昵称哥九张卡。我摸一摸这个被子潮不潮，我操。卧槽，有点湿啊，有点潮啊。那没办法。怎么这么快就上潮了？那没办法，今天搞不了了。哎呦，好冷啊！这遭罪啊！这我操，这阿姨，你整个九张卡帮我记一下，阿姨。我操！被子下面不能点火，因为这是用木头搭的。木头，他不行，麻瓜哥，他不会，像那坐床啥的他都不会，你斌哥啥都会，没有没有，不是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床会上潮吗？因为啊，没有这个顶呢，有顶之后就好了，是吧，斌哥？有顶之后等把这个，哇，感谢王者五纷纷公司的一张办卡，阿姨帮我记一下，辛苦了阿姨。等我们把这个建成一个房子的时候，它就会不上潮了。不是准备睡袋，我们就准备啊，准备就是把它建成一个小屋，知道吧？准备的话呢，就是给它准备一个小屋，再加上三面围墙，加个顶，哎，就可以了。把出口留在那边，这边主要是紧挨着河水，潮气大。哎呀，难怪潮气大！你们看看，兄弟啊，来，你们看看，你们觉得？看看，兄弟啊，我操，这几面，你看啊，这就是水，看到没？到这里了，我操，看到没？潮气太大了，哦，这离开火一会儿都不行啊。我爸种的一直没种，改天寄过去。好嘞好嘞，昵称哥，没问题，大哥，农场就是咱自己家的农场，想咋种咱咋种。啊，一觉睡醒啊，今晚我跟你讲啊，那个明天一身湿，所以说我们今晚不管直播，明天早上睡醒我们就要生火，先把身上烤一烤，身上今晚肯定会湿的。就今晚身上肯定会湿的，兄弟。又卡了吗？这里170的马力啊！啊，我说那个啥，我说你那个，我说咱自己家的农场行，咋种都行啊，咋种都行。我刚才说，我说兄弟们，今晚我们不关播睡觉，睡醒之后身上肯定是很湿的，很潮的，而且阴冷阴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柴火准备好，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就要把身上烤一下。吃今天吃不好，因为今天呢我们锅啥都没有搞呢，还今天先随便吃点，今天第一天嘛，我们把时间用来搭这个房子了，今天先凑合一下。斌哥，你放完吃。哇，感谢我神刀门麻瓜探险哥的又九张白卡，谢谢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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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姨帮我记一下 ，thank you。感谢感谢感谢哥的九张白卡，大气。
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算时间啊，所有的卡我们算时间啊。明天才是我们，说实话，明天才是我们节目的开始，今天只是说刚刚到，明天才是节目的开始，兄弟。你弄好了那个啥，兵哥，你弄好了之后呢，你来聊一下，你看这个马六卡不卡？我打个电话。刚才那个有事找我处理，家里面我打个电话。好嘞。你跟兄弟聊一下，我打个电话啊。把蓝牙关了，我操！你跟兄弟聊一下，你看到这个马瑞卡不卡啊？啊，打个电话。走吧。业务不说，兄弟们多担待。啊，可以啊。明天打野，每天放心吧，不会是躺平的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躺平的，这个放心，兄弟。我去，你冷啊？冷不冷啊？刚才冷，现在这个火一大还好点，刚才好冷啊，阴冷阴冷的，背后我操。背后冷，心里不静啊。不是，就是那种心理原因、啊、就那种湿冷湿冷的，跟魔法攻击一样、嗯。我处理一下业务。哎呀，点外卖，大哥，我们全程直播去哪搞外卖呀？我的哥哎！大荒山的，让你们看一下环境。你们感觉这位置会有外卖来吗？他们知道，他们看了刚才。看了，看了还放这里吧。这环境只要不是刚来的都应该知道了，看过好几遍了，绝绝对对的深山老林。哎靠，来来来，咋了？哎，好好好，站着了，上来，刚才一直站不到这里。哇，晚上冷，那肯定了。今天是-2度，-2度，最低气温-2度。刚才已经看过了。刚才是发的什么？不是运城。加钱能来？什么加钱能来啊？对对对，所以你看啊。我也是比较胖的，为啥是胖呢？我就秉着一个道理，脂肪多耐饿，哈哈。瘦子饿三天，我能饿五天。所以啊，没事的时候啊，不要说什么是为了审美啊，瘦一点好看帅气，饿的时候能扛住才是硬道理。烟还拆不开，我操。战线来的比较长啊，兄弟们啊！不是回来了，我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。我能把柯哥一个人扔这里吗？我如果我跑了，我估计柯哥也我一个人不敢在也很快跟着就走了。你记得，荒野生存一个人绝对不行，你会瘆得慌。啊、对, 对对。荒野生存一个人谁都不行的，我不吹牛逼啊，谁都不行的。不过按说是。小溪一直流着，这声音有安眠作用啊！你没听到网上都说，下雨天听下雨声，本来很心烦，马上就能静下来，很快入眠。一年，我打个电话、啊。床怎么会塌呢？说床塌，肯定你早先没在这里一直看吧？我下面加固了很好的。喂，美女。对呀、啊。不行啦！能不能看到呀？我给你开个灯啊！看到没有？不知道兄弟们能不能看到啊？我调一下灯，现在是散光。看到下面支撑没有？这床下面的支撑。
不要说躺人在睡上面睡了，就是蹦地也没关系的。下雨啊，下雨之前解释过了，等时间充足的话，就是上面加个顶，然后再加三面围墙，顶上面可以把它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，然后就能下的小的话没事，只要不是长时间，长时间了再说。经常打螺丝，还真没打过。啊，意思就是你们也是今天第一次和我见面，不知道怎么听说的，我会进厂打螺丝啊。中中中中，我不搁老家，我干嘛出去了？我咱今天所有技能都到这了，流程下来。业务不熟啊，冷场了，多担待点。哇，农家乐，农家乐谁来这里啊？啊，你农家乐不把房子盖成楼房，谁去住啊？哇，现在还早着呢，现在才不到八点，被子已经湿了，潮气太大了。如果让你去住农家乐这样的环境，你会住吗？啊，装，兵哥，应该是兵。当兵的兵。好，手里多少钱呀、啊？现在疫情三年，搞得一地鸡毛，哪里有钱呢？疫情三年，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很如意吧？说实在的，谁也没想不到呀！好好的生活，一下子出来个三年疫情，别说存款了，负债少点就算烧高香了。被子烤不了啊，那太大了。万一烤着烤着火飘上面，被子着了，那彻底凉了，晚上盖的都没有。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兄弟疫情三年过得很滋润呢、啊、有的话出来露个脸啊，扣个字幕啊，让我知道有多少，看看多少兄弟们三年的疫情过得很滋润。哎，来哥，嗯，哎，冬哥，哎呀，冻死人了！我操，刚才我接了个电话，哎呀，家里面的有点事没处理完。哎，给你箱子吧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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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这边聊天，你坐烤火上，你坐你坐，我不用，我坐地下正合适。昨天正好，这到哪？哎呀，你们都挺滋润的哈。我觉得生活吧，你要是说忍呐、啊，你要说过，是吧，兵哥？嗯。我觉得生活你要是过，你咋都能过。你过得好不好？过什么叫做好呢？过的，我操！拿到手拿刀。我就拿到手了，没有。你要说过，我觉得咋都好过。愁人，今年我操。这个野猪岭在哪里，兄弟啊？在濮阳，濮阳，我们河南的地盘，濮阳。哇，这晚上火不敢熄啊！这火一熄，我操！吃两个补补，我操！吃两个，这不吃两个扛不住，漫漫长夜，我跟你说。这个是我们烤的贝壳，这不吃两个，说实话，兄弟啊，你人啊，你吃点东西和你不吃点东西区别很大的。哎，你用手可以拽着吃，烤干了应该。你吃点东西和不吃不一样的，这个区别很大的。还有一个。那你们那个是在运城的，它不一样，不是一个。我吃两个，给你剩两个。好吧。你有火的地方，兄弟啊，有火的地方永远都不会有动物。
动物永远都不敢来。只要你记得，兄弟啊，有火的地方，动物永远不敢来。动物比较怕火。味道是不是烤的有点焦了哈？嗯，但是可香了，拽的，吃的筋道可香了。就这今天呢，我们能吃上，明天我们能不能吃上东西还不知道。一天下来，明天又要盘山，又要干活，能不能吃上来还吃上肚子还不知道。啊，不是不是，这个呢没有跟我搭档过，兄弟啊，这是我们俩是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次。小舅子去打螺丝去了，他去浙江打螺丝去了，兄弟。可香了啊！我跟你讲，就这个贝壳烤完之后，烤的焦焦的，吃的可香了。烧了吧，烧了吧。这个我在想，我们能不能当做一个用具啥的？没了，我操！烤完之后可香了。掉了哈，咋了？来分一半，我吃的，你一直看着我不给。哎呀，这个没事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蛮肥的啊，这个没事。我操，这个沙子这么多。沙子多没办法。嗯，哎呀，欢迎我这个用户哥，这个叫做大兵。用户哥好，大兵。来，用户哥好。用户哥叫叫你自己。用户哥，我是大兵。嗯。这次是第一次和柯哥一起合作出来做节目。嗯。OK， 你得以后那这样，兵哥来，大家聊聊。嗯。我跟你说一下啊，以后你再给直播间的兄弟介绍你自己都这么介绍啊。大家好，我叫大兵，是吧？我有着多少多少年的荒野生存经验，往牛逼的地方搞。我操！一个牛逼需要五十个牛逼去圆。有没有经验？大家一看就知道了。一个牛逼需要五十个牛逼去圆是吧？对对。兵哥，兵哥，以后叫兵哥就行了，兄弟，兵哥。咱要不要烤被子呀？会不会真的？等一下再看看，等一下会不会这个被子烤着了怎么办？你看。一会儿一炸，一会儿一炸。我想等一下，这个被子会不会成水了呀？不会不会。感谢薄荷啊，默默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这没办法睡啊。可以可以，要求那么多干嘛？就这可以了。你说这还好是悬空啊，这要不悬空的话，我操，这更潮了，是吧？还好是悬空。哎呀，扔了水也没了。啊？嗯。我们是白天直播的，用户哥。但是现在周围环境估计看不清啊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这是在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啊，真真正正的深山老林。这边的话呢是一座山，翻过去这座山还是山。这边的话呢是一个石头的小沟啊，顺着这个顺着这个流水啊，可以走到一条山，顺着这个流水。能够走到一条河啊，山里面的条河，大山中的河啊，但是要走好远。然后这边的话呢也是山，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建的一个床，然后呢这边的话呢也是山，这都是深山老林周围的环境。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搞了一个火，卧槽！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壳以后不敢往水里面扔了。柴火肯定是够的，知道吧？好像各位兄弟啊，这是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周围的环境。哎，把那个壳拿出来，这个崩到脸上很疼的。
这就是我们四周的环境。我去拿点柴啊。搞点柴，搞点柴，晚上没柴不行。哎呀，欢迎各位兄弟们啊！那个，我们是24小时直播，兄弟啊，我这个音响24小时直播。哇，感谢我用户哥开的钻粉呀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我用户哥开的钻粉，感谢兄弟，这钻粉又续上了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地名百度都搜不到濮阳什么山地名，我正告诉你兄弟什么山，你搜它干什么呢？感谢我哥的这个钻粉啊，感谢感谢。野猪岭兄弟，野猪岭，野猪岭。雅哥，你这个钻粉又续上了，哎呀，点上一根啊！欢迎各位兄弟们啊！这边啊，但这边的天，这边呢比较，这边比较阴冷潮湿。你看这山泉下都是水，所以说晚上我们睡觉时候会特别的冷，阴冷潮湿。怎么给我送个外卖啊？来给我送个外卖啊！大哥，你是来给我送个外卖还是干嘛的？兄弟，是想给我送个外卖吗？还是想给我送个盒饭？这么大的山你也送不进来呀，哥。啊，天天柴，我操！对对对，野猪岭，是的，野猪岭，野猪岭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野猪岭不是林啊，岭。野猪岭呀！哎呦我操！搞点柴啊！走去！哇，感谢我豹哥开的钻粉啊！感谢感谢！这个豹哥是自动续的还是啥？豹哥每个月都是自动给我续一下。感谢感谢豹哥，感谢。没有兄弟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讲了，我这么说，兄弟啊，任何主播。他都到这个地方播不了，因为他手机会没有信号。那么为什么我会一会儿一卡，但是我能播？因为我这次手机上安装了一个信号扩大器，只对电信卡有用，所以说你们看着是能够看的。任何手机走到这个地方他都播不了的。我来给你看一下我另外一个手机的信号，兄弟啊，哎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我另外一个手机的信号，只有是不到2格，所以我这个这一部手机上装了一个信号扩大器，所以才能够到这个荒无人烟的深山里面来。其他主播，我这么跟你说，播不了的兄弟啊，他们播不了的。欢迎各位兄弟啊，考一下信号放大器，其他主播根本播不成。不是不是，信号，刚才给你们看了兄弟啊。信号放大器，那不是不是，来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兄弟啊，来，看见没有，兄弟？看见没有？这个不忽悠。说实话，兄弟们啊，讲实话，真的很冷的，知道吗？真的很冷，真的挺冷的。这是还是有火的情况下，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一个节目啊能够多剪点时长。其他人也有会的，但是很多主播不会，兄弟知道吗？很多主播他不会的，你这个东西知道吗？很多主播他不会安的，知道吧，兄弟？斗鱼主播我估计啊也只有一个夜麻子会，但是他还没搞明白。他应该会，但他我估计他现在还搞不明白的，其他主播就更不要想了，兄弟。我跟你讲，为了这个直播，私下做很多功夫的，大哥。只有野猪和黄皮子，除了野猪和黄皮子外，其他的没有，兄弟，只有野猪和黄皮子。
我们充电宝是绝对够用的，好吧？充电宝够用的。各位兄弟啊，24小时的直播间，有办卡的话，兄弟能不能给兄弟们上张办卡呀？好吧。有办卡，有没有哪个兄弟送张办卡呀？兄弟们，搞张办卡，咱就不要什么飞机大炮了。有哪个兄弟能不能给你科哥弄张办卡？咱把办卡回头加起来，咱减减时长，兄弟。欢迎各位啊！冬天的话呢是没有蛇的话，冬天没有蛇。充电宝很多，欢迎我勇哥，欢迎勇哥。哎妈，心想阿克很有天了，大哥有办卡，整张办卡吧，兄弟，好吧。没有没有，你们记着啊，兄弟啊，我们这边的山，再深，它只有野猪和黄皮子、豺狼、虎豹这些都不会有的，在我们中原这边不会有，兄弟。没有没有，豹子也没有啊，豹子也没有。不是大哥，你们整点办卡呗，哥，整点办卡呗，大哥们。啥只想加不想减，搞点办卡呗，哥。深山里面放个个也回荡荡。感谢神刀门麻瓜哥的一张卡。感谢麻瓜哥办卡。头发。好 ，OK， 兄弟，我们继续聊我们的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这边除了这个东西之外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知道吗？不是兄弟啊，不是不是，就是说我们有办卡的话呢，就是我的一个宠，就我养的吧，兄弟，他就会出来一下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这样收点办卡，兄弟啊，就是说只要有办卡，他这个桶就会启动一下，知道吗？只要有办卡，他这个桶就会启动一下，兄弟，知道吧？一张了，一张了，阿姨，你帮我记一下，你帮我记一下啊！你别管是啥，只要有办卡，你都能看清是啥，兄弟啊！只要有办卡，你都能看清是啥。这不能不能丢个砖头？砖头的话丢不了，大哥，砖头的话丢不了啊，哥啊。就说 OK， 哥，你帮我记着谁送了一张啊？比如说麻瓜，你记个麻瓜，打个字就行了，兄弟啊。就现在，只要有办卡，这个箱子它就会启动，兄弟啊！只要有办卡，这个垃圾桶它就能启动，兄弟啊！再想想办法搞点办卡，你不搞点办卡，兄弟那咋整呢？兄弟，明天欢迎各位兄弟啊！只要兄弟们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只要是有办卡啊，信号不卡，只要有办卡，兄弟啊，都可以试一下，好吧？只要有都可以试一下啊，大哥们啊！烤个篝火啊，烤个篝火，这不晚上坐在这边没事呢，兄弟，搞几张办卡呗，兄弟，欢迎各位啊！不不不不不不。不接受任何支配，兄弟啊！一张办卡不接受任何支配，你拿着吧，兄弟，你拿着吧。欢迎我石头哥，欢迎我石头哥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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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感谢秦爱德的办卡，感谢秦爱德的办卡，感谢秦爱德办卡。OK。阿姨帮我记一下，欢迎石头哥啊！本直播间24个小时直播，兄弟，24个小时直播啊！我这个放一下，往下面，我靠，放一下，一张办卡减10分钟啊，兄弟啊！欢迎各位兄弟啊！啊，抓不了鱼，大哥抓不了，哎、啊，好冷的，哎，我操，我这个。感谢各办卡，感谢各办卡啊 ！OK OK， 帮我记下，帮我记下。林哥，我说那个刚才有个兄弟说能不能丢块砖头啊？你把我整笑了啊！林大哥，你真的把我整笑了，哥。说能不能丢砖头的，你真的把我整笑了，兄弟啊！音响我这个打开一下，来个歌，我操！呀嘿 欢迎各位兄弟啊！深山老林里面，兄弟啊，深山老林里面，我们现在烤篝火啊，两个红薯扔进去烤一下。哎呀，今天我们捡的两根野生的啊！你不要管什么兄弟啊，只要有办卡啊，这个垃圾箱它就会自动启动，兄弟啊，它就会自动启动啊，这是一个娱乐的，你想看什么兄弟啊？你想看什么？你只要对吧？给我们把时间捡了。你减下时间，然后的话呢，这个垃圾桶啊，它就会启动一下。欢迎各位兄弟啊
哦，我给添点柴啊，添点柴，我操！啊，你不要管他是什么，感谢，感谢秦爱德的办卡，感谢秦爱德办卡。OK， 又一张卡，又减十分钟啊！哎，我把这个啥兄弟啊，我把这个火给升一下啊！我晚上真的属实，说实话的，属实有点冷，真的有点冷，兄弟啊！啊，深山里面，兄弟啊！我们要放个喜庆一点的啊！来，兄弟，来首歌。欢迎兄弟们啊！有办卡的兄弟啊，可以试一下啊，兄弟啊！亲一下不能亲哥，你可以试试两张的效果吗？连着十张他就爬出来，爬到这里来谢你。啊，屁哥，能看你进去，我这个兄弟，我他这是一个宝箱，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宝箱。好，兄弟啊。安全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啊，兄弟啊。我接个电话啊，我接个电话，兄弟们啊，不能在直播间接呢，我操。喂，哦，喂，哦，是谁给我打电话呢？我操，连蓝牙啊！什么外卖到了，兄弟？这个直播间是没有外卖的，兄弟啊！真实的荒野生存啊，真实的荒野生存，兄弟们啊！这期的游戏规则，麻瓜哥，你看一下鱼吧，麻瓜哥，是加和减，看一下鱼吧，哥。你先拿过来。放的兄弟啊，对鱼吧鱼吧，对见鱼吧兄弟啊，24小时直播，深山老林里面没有任何的外卖，兄弟啊，没有任何外卖啊。不存在任何外卖啊，兄弟啊！来首歌听听，兄弟们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我们稍等一会儿啊，我们把那个我们的办卡啊，收到的所有办卡加起来算一下，就是说这次呢，我们的起步是48个小时，也就是2天2夜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时长可以加到7天7夜上。最多可以168个小时加到7天7夜上，而且7天7夜是全程24小时直播，睡觉也直播，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空投问题，不用担心的话我们会偷吃的这个问题。感谢艾尔德大哥的一张办卡，感谢艾尔德大哥办卡。所以说你们不用担心啊，电的话呢我们带的有足够的充电宝，知道吗？我们有足够的充电宝，所以说你们不用担心，知道吗，兄弟？至于说盒饭呀什么的呀，那不会有的，兄弟啊！我们这个房子都已经建在这里了，知道吧？下次声音大点啊！你这个我都，箱子烧了都那个烧不了，烧不了，兄弟啊！那烧不了，兄弟，烧不了啊！一副琵琶奏琴弦，欢迎各位兄弟啊！这深山呀，你想想，兄弟啊！你们想想，深山老林，空空荡荡，四周的环境你们也看了，
然后这个时候想着音乐啊，大哥，瘆得慌。阿姨，你记得帮我记得卡啊。我们的口号就是，大家不要再看那些假荒野生存了，来看我们二八 T 四七幺的真荒野生存吧。我们的另外一个口号就是，我们的一切食物都来源于野外，一切食物来源于野外，兄弟知道吧？欢迎各位兄弟啊，只求来看我的兄弟啊，有办卡的啊，可以上了办卡，兄弟啊，有办卡的可以上了办卡。这里面两根红薯，把它烤一下。家里面后院的小树林，今天白天我直播给大家看了环境了，兄弟，怎么可能啊？感谢燕子的办卡，感谢燕子办卡。虽说不可能是我家的，知道吗？感谢啊，感谢燕子的办卡，阿姨帮我记一下啊。我三舅来了，我操。过几星不重要，兄弟们能支持，能支持就行，兄弟们。衣服不能烧呀，兄弟，衣服烧了，我们在这深山老林里面没法整了呀，大哥。哇，感谢我倪成哥的两张办卡，感谢倪成哥办卡，感谢倪成哥办卡。感谢我你能给他办卡。这里不是兄弟啊，因为你们我们是全程播，你们不是全程看的。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兄弟，我跟你讲啊，80公里之内啊，如果说能找到人，兄弟啊，你们看环境都知道了，我一直在给你们看，兄弟啊。感谢王者五，感谢王者五分公司办卡，感谢王者五分公司办卡。就是这个地方啊，荒无人烟，兄弟啊，荒无人烟，知道吗？只要是有点经验的，你只要听这个水，你都知道是在深山，兄弟啊。感谢燕子的五张卡，感谢燕子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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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。感谢燕子办卡，谢谢了。十张卡出特效啊，兄弟啊，十连击卡，十连击卡它会爬出来啊，会出特效啊，兄弟啊。欢迎各位兄弟啊，欢迎各位兄弟啊，今天是我们第一天，兄弟们啊，我们第一天，今天感谢啊，感谢我三舅的又五连击啊，感谢啊，兄弟们，阿姨可以帮我记，阿姨帮我记一下啊，阿姨啊，帮我记一下啊，给个特效看看呗。特效要，你们见过那个贞子爬的时候吗？特效需要十张卡呀，就三舅，特效要十张卡呀，就你这主要是我让他出来他不出来，这个必须得有卡才能启动呀，没卡的话启动不动。我说出来，你看啊，你看他出不出来啊？不是三舅，你看啊，他不出来的，你看，哎，出来。出来，你看啊，你看，所以说他这个的话呢，不是，这是从刚才开始的，刚才开始的。欢迎各位兄弟啊，你看啊，你看我喊一下啊，如果现在大家不送卡的情况下，你看我喊一下啊，这个箱子很倔的，哎，你出来。出来！你出来！出来！看到没有，兄弟？他不出来，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出来？不行！不行，这个所以说不行的，这个不行的，这个不行的。对对对，我说他出来，他我的面子都不给了，兄弟，知道吧？他在里面别出来了，就哎呀，就你这。欢迎各位兄弟啊！白天你们来我直播间看，你们就会能看到环境，周围全是大山，没有什么人的，兄弟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的。没有没有，阿姨在直播间里面帮我记录谁给我刷什么礼物的，她在记录，知道吗？不，这个我是进不去的，它那么小，我是进不去的。
它这是一个宝箱，知道吗？是个宝箱，它是个宝箱，大哥。外面我跟你说，真的很冷的，我操！来，我们搞个这个，看看这个红薯啊。玩法在鱼吧啊，兄弟们可以看一下，玩法在鱼吧啊。明天我们要建房子，建完房子之后，哎呦我操，搞点火，哇，我这个柴添一下。对，方圆100里的话是没有人的，兄弟你放心啊，绝对没有人，要不然我们也不敢这么声音这么大的玩，知道吗？那里面不是兵哥呀，那不是呀，不是呀，兄弟啊，不是的。阿姨，你把办卡给我记好啊，那是我活命的东西。我们一切的玩法都按游戏规则啊。我不改。哎呀，可惜你们不在现场呀，兄弟们。这个木头啊，烧出来的味道好香啊。真的，它不是那种烟熏味儿啊，就这个木头烧出来味道好香啊。它这个属于果木。没有百里吧，我刚才说了啊，我认真说啊，70-80公里左右，兄弟。而且70公里你只是到了这里，你从这里往这山上走，你要翻山越岭2.5个小时。